我们两个是音乐黑洞，沙溢哼歌，就只能有一个拟声词，比如哦，就一直拿这个哼出个歌。来，我们四队先来抽你们的拟声词，怎么办？我又不会唱，又不会猜，我也是啊，怎么办啊？我们的词是什么？虾。虾，这什么词儿都？修，这咋唱噻？修修修修修修！这儿，先请第一组出战的两队就位，你们两个谁去猜啊？我去，中华小曲库，公主来手心手背吧，公主。蔡丁可，这会儿的手心手背。 好你，上！哎，我真是看不起你们两个大男人，真的，我这看不下去了，你们好意思吗？没事，我跟我没关系，我就站在这，你们去吧。别，哦，可以是吧？那你们来，可以，可以啊。请上炸弹。 这个炸弹里面还有一个倒计时的声音，有声音，真假的？那里面是有东西的吗？那上面有个盖儿，一会儿窜出个啥来？这个是会炸开的。行，开始吧，开始吧，我怪害怕的。哇，太可怕了！你们尽可能快速的把这个转让出去啊！不是现在没计时了是吧？咋没计呢？嘟嘟嘟就计了。你开心啊！<笑> 好，来炸弹猜歌第一组，请出歌。啊！穷开心咋哼？彪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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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彪
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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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
不要吵啊！我想跟你说，喂，不如过了吧？过，快！
这个咋过？喂，喂，他要炸了！过，他不可能再过。过，我会唱。小刀救起我们上！喂，郑恺的表情已经垮了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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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手走咱就走啊，那个歌叫什么什么？那个手走咱就走啊，那个。 三个字，好汉子啊，走关东，走关东是什么呀？走西口，说走咱就走啊，好汉哥啊，好，好，那个好汉哥，大什么？好汉哥，好，好，好，哎呦我去，好汉哥，好，好，好，大什么？好人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好，好日子。 哎呀，急死我了！好样的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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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什么？好身体！本来就不长个儿，还好，还好。 杰尼头上有减震，这一组获胜的是绿队，恭喜！太不容易了。谁去猜歌？我不猜，我唱过。马老师加油！啊，这就哦，我都不会啊。没事，重在参与。下面由我们黄队和红队为大家展示什么叫过过过过过过过。 好，炸弹猜歌第二组，请出歌。我不会，你唱。我不会。我不会。这我不会啊。我真不会。这我也不会。我不会。这黄队躺赢了。过。过。 就流行金曲都熟，我只会周杰伦的歌。我们是不是进入决赛了？建议直接炸了，好吧？炸了吧，炸了吧！这我也不会。哎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会，我来吧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整整整整整整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最好笑是他的"之"还加一个儿化音在上面。对，之儿。 整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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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会这一句。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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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整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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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一个是整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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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肯定行，这可以。啊！整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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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。 这，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歌名。我听过。过过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这个也挺费气儿的。你们看看奶爸的表情，完美诠释什么叫一脸懵。我们黄队躺赢多好。 这，毁灭吧！南万除了说唱，什么都不会，不要再难为他了。哎，哥，你会唱这歌？你来。这才猜不出来，拿我即兴，耶！
第一个，我要哭了，终于在了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觉得那个炸弹太久会直接爆啊！ 那个是谁？那叫啥？给我来着。两个字。那个叫什么？过。这个我会。我回答算不算我们的？不会。来，那给你回答。 不算我们的，过，这你会真？瞎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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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确实瞎了。瞎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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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瞎，我和我的祖国。 过，我们这两组实力相当啊！哎，他们的歌曲单都在彼此的盲区里面，全在盲区。这个会，这不会。啊，我知道。你我跳的这样你都不会。瞎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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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点重犯。哦，感觉好疼的样子。我看到感觉。哎，我们赢了。我们一首歌就赢了。对呀、啊。1-0，险胜。这一轮获胜的是红队。我们接下来的规则是获胜的两组队来决出第一名和第二名，失败的两组队决出第三名和第四名。大家获得的荧光棒的数量都是不一样的。请问，我们这样的争三四名，他们一手得了第二名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对？哎，那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分组的。我们要求和他们赢的这个先 PK 一下，他们要是赢了我们，他们才能进决赛。那边不行，这是他们要命运，命运不是命运，接受命运。你们的分组有问题。我们要公平的游戏精神，对吧？你对多少少，这个没有错吧？我们是拿实力说话，你这不能让我们服了。对对对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定一下，就不按刚才的分组胜出了。为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又要改了？那要是凭实力，那能进去吗？这样，我们公平一点，好吧？刚才的比分全都不算，我们抓阄，好不好？我们抓阄，好不好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抓阄那是公平，那公平吧？我们猜对一题，第二不就是命运吗？喂，你们二三四抓阄，我们最强的还是得是最强的嘛？我不同意，好不容易我能跟第二名。我们一切交给命运，好不好？停了，都回去了，回去。来，我们还是按照刚才的结果来进行这个一二三四名排位赛，就是等一下还是红队和绿队来争夺第一名跟第二名，然后白队和黄队来争夺三四名。五分钟，公平公平，嗓子都开了，公平公正。好，那我们首先是三四名的争夺赛，来，请两队就位，来吧，你猜要不？都行，没问题。他猜，要不你去猜。你的歌名肯定曲库应该比他多。OK， 请出歌。彪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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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彪。爱情三十六计。我们已经超过他们了。啊，这是哪？怎么唱来着？我也不会。浪花一朵朵。他们俩肯定不会这歌。过。啊？马老师。一脸懵。啊，过啊，你会吗？过。啊啊，提那个，我会唱。过。不会过。啊！救命啊！炸吧，直接炸吧，好吗？
真的给他们的歌我都会唱。充分看出来你们队的实力了，第四还不愿意。哦，这个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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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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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唱说唱的部分，然后怎么猜啊？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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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赢得了第三名，加油，支起来，支起来，直接给人子琪颁发第一名就完了，你就别比了。我不服，不服，从红队可能就过不到绿队了。啊，太小瞧我们了，太小瞧我们了，他们就保一个第二名。炸弹猜歌，请准备。请唱歌。吱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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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吱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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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吱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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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吱。不是他的年代，过，不是那位年代的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知知知知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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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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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吗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别老听说唱，我跟你说，毁灭吧。过吧，过吧。知知知知知知。吱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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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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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对的对的，我要跟你们再 PK 一次。耶！凭什么他们这样都能拿第二？我不服！我要向大赛评委会上诉，这违背了体育精神，他没有竞技道德。我也不服，凭什么学猫叫不是我们的？红队绝对不能得第二。我们什么都不说，看你怎么做。我们要跟第三再比一个吗？我一直很支持你。看着导演，不管你们不服，我也很不服。第一名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绿队，名副其实。然后最后一名就是我们的黄队，也名副其实。现在也就是红队跟白队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之争，那我们商量你们两队再比一下，来比一下比一下，加赛加赛。炸弹猜歌，请出歌。我什么字来着？啊，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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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了，炸弹再也回不来了。过。这是啥呀？喂，哎呀，你们真是亲。我会，我能抢答吗？你会吗？过。你告诉我，红队跟我们黄队的水平有什么区别？这个好。这，真我不服，红队绝对不能得第二。他们一手得了第二名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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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什么歌呢？不知道，我知道，嘿嘿，我知道。这。不知道笑什么？什么动画片？这大脸猫。大脸猫都猜出来了。黑猫警长。黑猫警长。机器猫都来了。小邋遢。毁灭吧！什么是什么？哒哒鬼的鱼丸。小叮当。三宝。什么玩意儿啊？红队在那游戏黑洞上。红队三轮总共猜出了一个。来，我们爬了一名啊！我都省之不武。这项任务就是要在指压板上跳绳。我的妈呀，在这上面跳绳还得了？我摇绳吧，是吧？那怎么可能？就是很简单，有两个裁判给大家摇绳，三个队员依次进去，第一名成员拿一个鼓棒，第二名成员进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成员把鼓棒传给第二个成员，第二个成员把鼓棒传给第三个成员，同时第三个成员身上还有一个鼓，敲响这个鼓就成功了。每一队最多有五次挑战机会，来吧，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。我跟你说，玩指压板的秘诀是什么？你要控制你的肾上腺素的分泌，就你上去的时候要告诉自己的肾上腺素分泌炸出来，就不会痛。来吧，沙溢哥先试试劲。可以，好厉害。沙龙腾飞，长山赵子，我进阵刹车，我。老师可以，已经不理智了。这谁杀谁呀？我真的。来吧，绿队，首当其冲，谁第一？谁第二？谁第三？第一那个跳最久嘛，肯定我最后，我是鼓王，肯定是你啊，郑恺，你还用想吗？我第一，这是香港鼓王的，对我只负责敲鼓。香港鼓王，你是不是香港脚王啊？香港脚王没有人敢当啊！香港脚王。现在考验的不是鼓，是脚啊！绿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肾上腺素，来吧！快啊！血腥了，太疼了。这些年凯哥的血承受的太多了，太疼了。绿队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你快点来啊！
往前，喂，我好痛，我好痛，快啊，来啊，人呢？喂，我好痛，我好痛，快啊，人呢？快的是，你们两个的步伐不一致，你们两个步伐不一致啊，看的都疼。快点来啊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我好痛！喂！啊，节奏好了。我好痛！快啊，来啊！哇，太痛了！啊，怎么回事？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我跳得不够高。你不用跳很高，你只要腿起来就行。但是我是第三个嘛，这里要跳得比较高才可以。对，所以我们再往前一点，你可以，可以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全都是一样，我天！继续吧，继续吧。加油！我疼，疼啊！挑战用了40机会，好痛啊！哦，耶耶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谁是第二名啊？白队，我觉得我们担当不起第二名。白队，请准备。来，来，我这藏一个棍嘛，然后，哎，等会儿我就直接拿上去。哎，对，我收起来，然后你就从那棍抽出来不就完了？你就拿他们当傻子了是怎么着？这不都拍着的吗？这镜头都记录着呢。来吧，白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啊！宝贝！啊！啊！太疼了！以为是个王者嘞。要不第一个，给我呀，第一个。啊！我想跳的，我不是在那儿，我不敢蹦。咱不信，放弃吧，别折磨了。算了，你也看出我们的实力来了。哎，刚才你们在唱歌时候争取 PK 的气势去哪里了？我还没活血呢，加油，可以的。我们已经化瘀了，我们已经甭活血了。我都没感受呢。要不你先来，你头一个。我不行。你第二个，我最后抱小虎。可以
那这个就一直上不去了。我没有拉胯，不关我的事儿啊。我第一榜，我第一榜试一下，好吧？我第一榜，因为我的问题在于进去。对，你打出汗了。刚才在黄河旁湿气比较重，现在给大家逼出来。还是你们想的周到。听着鼓点，咋了？咋了？咋了？超火，小高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不要打乱我的节奏。哎呀！被抢跑了，多一个都不想跳是吧？多一个都不想跳。你这把我给我自己人哄过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倍儿紧张。哇！哇！哇！失败。红队第一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哦，哎呦，低点，靠低点，错、哦。给我。啊！嗯、啊。嗯、啊。嗯、啊。跑出了。哎，没笑，没有，没笑，没有，没有，没笑，没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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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错了。敲哪儿了？没敲，没敲。想想是这声，就是你敲了立下，然后绳子卡住了。红队第二次挑战，请准备。哦，谁比小时候老跳绳啊？红队挑战成功，好棒！练练练练练，厉害！我不是，我觉得我们疼痛感是 OK 的，我们就是不太协调。不要让前一个再多等待一次嘛，就是进就赶紧进，赶紧进。黄队一次就挑战成功，恭喜！终于到了第一。我们再试一次，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。我们有申请的机会吗？白队不想当最拉胯的，我们可以是最慢的，但是我们起码成功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不是，关键那三组都赢了，都成功了。我们不能拉胯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吧来吧。
有泪花了已经。哇，太痛了。哦，我低棒试一下好吧。加油！可以，可以，相信自己。我懂，我找到感觉了。走。哎，很棒。好样的，好。哎。早一万吨。